天同庆，真人芭比有双胞胎姐妹了，美国等着接招。现在不止一个，而是有两个真人芭比要飞向你们的怀抱了。原来引起轰动的陆可安诺娃，居然有一个长得超像的好姐妹奥加。两人都有相同嗜好，你知道，就是一般女生喜欢做的事。像是去整形，把自己变成真人娃娃，跟蛇照一些诡异的照片，或是以100元的酬劳教你如何灵魂出窍。克兰州的国宝计划要移民到美国了，希望到时候他们还是会一样美艳。辣还是不辣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